天狼星信息。一、关于新时代建构的基础。传导 Best Wishes。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今天我们将谈一谈当前的形势，有一些情况需要让大家知道。关于你们世界的近况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境地，特别是关于你们的用水正在逐步地趋向紧张，许多地区都处于用水短缺的状态。有一些地区那里很少有足够的水源，非常需要引进必要的水资源，也有一些地区却处于洪水泛滥的情境。这种不均衡的情况使得你们星球上的人们生活十分困难和艰辛。关于你们的交通也处于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状态，有些地区车辆拥挤而污染严重，而有更多地区甚至没有必要的交通工具。人们依然处于非常原始的生活状态，而少人关怀。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很希望能够帮助你们改善这一切，就好像我们曾经帮助过其他星球一样。你们的星球疏于很好的管理已经很长时间了，这种刻意的疏忽导致了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事实。在我们的星球和许多较为发达的星球上，这种无视人民的悲苦生活的现象是不被允许发生的。所有被选举出来的领导者都会尽心竭力地为人民着想，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人民的生活。他们绝对不会为了谋求一己之私而罔顾生命。通常这些领导者都会与人民有着很好的交往，会听取人民的心声，从而实现人民的期望。我们有许多的建议将会提供给你们，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为了使你们的星球在各个方面的管理和运作能够获得提升。在不久的将来，你们将会看到许多惊人的改变发生于你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精神领域。那一系列的改革将会迫使旧时代的一切得以转型，朝向一个带着爱的全新的时代过渡。我们将会与你们一起携手并肩，促成这一切美好的转变。在你们的生活中有许多有待改善的层面，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友好、互爱、信任、互助与和谐相处，这些都是新时代建构的基础。如果良好的人文基础稳固，科技才能够得到最好的使用，而平等的服务于所有的人。我们必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必须被予以重新的了解和重视。拥有平等的观念，社会才能在公平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人民也才能获得最公平的对待。你们的星球将会获得一个跃升的机会，当所有的人都在内心深处思索以上所提及的内容，并且将之付诸于行动，那么人类美好的未来就指日可待了。我是来自天狼星的 SLUSA， 今天非常的高兴能与这个管道再次合作传递信息。我们的合作将会变成是一个长期的合作，传递不同层面的信息，以助人类的成长和地球的发展何时。谢谢收听，感恩祝福。天狼星信息二，关于恢复你们内心的力量。传导乌特波塞加鲁德尔，翻译 Shane Athena， 编译者来自天狼星的 Frank。 母亲塞科麦特是位于天狼星 A 的集体意识。亲爱的家人们，又是我塞科麦特。自从我通过这个管道传递了上一次的信息后，
很多人都从他们的心田对人类做出了反应。我现在又来和你们说话了，阐明并加深你们关于我是谁的理解，以及通过我的协助发生的进程，从而提升你们的频率，进入到更高维度的意识状态。首先要知道，你们常用的话称我为母亲赛科麦特，以实际上是第六维度天狼星 A 的一个集体意识，施行存在能量标志最原始的集体意识。当你们即将醒来，或回忆起或发展你们多维度意识的时候，现在正是好时候来理解它的含义。从第三维度的观念看，当你们与我们沟通时，你们需要熟悉的 3D 模式的描写。因此，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以这种方式出现。但当你们的意识成长，你们才会开始理解高维度是没有个体意识的，而是集体意识的社会，拥有着看起来不同的实体，但这些实体都等同于一个存在的中央意识。我们的能量标志与狮子的能量相似，类似于你们地球上的狮子，但其外观和展现带着这个能量标志稠密的形式。请思索它。你们称我为母亲，因为我的或许更好，我们的母亲般的养育和强大的能量模式，你可以感受到它类似于爱的散发。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能量场直接接触你们的心，你们会感觉到在心里被触动，因为人心的能量与狮子的心之能量标志非常相似。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感受到与我们的接触。通常，我们并不说话，也不用口头沟通。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但因为要与你们沟通，我们可以运用你们的方式发挥沟通技巧，但它在我们这里并不普遍，我们也不渴望着这样沟通。我们宁愿只用我们的灵在和存在与你们联络，我们的我所是就像我们所是。我们只是存在的一个形式，这就是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的东西。这也是你可以在自身放大的，它授权你作为人类从你的那颗心回归到生命中去。因此，如果你渴望与我们沟通，请不要用语言通信的方式。请准备好感受我们的灵在，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就像艾赛科麦特母亲一样去爱。请锚定你们感受之心的深处，感知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它能让你们知道你的来处。我们来此协助你们恢复新的能量，当它发生时，人类会重新发现他们彼此之间与我们和所有的存在们以及源头意识唯一的整体。我们喜欢来支持你们完成这个过程，这是你心之所在。此外，那些低维度的人抵达不了，在那个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是权益和圣者，伴随我们爱之一致性的灵在。我们狮族是当前特殊能量的主要的创造，我们拥有非常强烈感受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感觉我们像阴性一样的品质，因为我们帮助人类恢复他们原始的精神体，此精神体建基于感受。你们的神圣也会被完整与有意识的感知，而非通过思维。当你觉醒，你自己的全存在会沉浸于巨大的真实中，并会环绕和遍及你全部的身心。这就是神圣的状态，我们狮族提醒你们人类的。我们在这里。我们。赛科麦特，祝福你。谢谢收听。感恩祝福。